求。宣读中医师誓词，掷地有声。38位慈济大学后中医学系学生，带着师长和家属的殷殷期盼，即将走入临床。从此刻授考开始呢，我们庄严的宣誓，我们到医院之后呢，就要来面对我们的医疗，面对我们的病人，还有面对我们的家属，他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焦急的一个心。历经3年的学习，如今就要成为中医师，学生们期待自己能充分发挥所学。希望自己朝着就是大医精诚所列到的，就是这些内容前进，就是不违背它，然后去遵循它。从金舍师傅的手中接过针灸包和听诊器，这是祝福，也是期许。行医之路，不管走了多远多久，都别忘了最初的那一念心。大爱新闻洪启文国家花莲报道。